我们从隔壁的三宝楼出来了，就是来这个刚才路过的仙灵仙岩，应该是这样子。给你看一下，管理有多少？这个是应该是灵仙岩的创办者，这个人。认识唐僧师徒四人，他们有来过吗？不懂吗？八仙在下五子棋，我觉得是。看一下上面还有卧佛，这个洞没有开山，就是不能上山。只是在平地，他们有建的二楼、三楼，在霹雳洞求了一个签，求了个签，然后呢，我们要用香火再求一次，然后呢，他给我们是十三签，然后。反正意思我们理解是上香再修然后才准一些。那我们就一人来一个了，这个一个20块，还有便宜的15块，还有16块的都有，还有更贵的，我们找一个白星化的东西。我也去求签吧。看这个霹雳洞还有张大千的字，福字。哇，这里还有蒋介石的字哦，蒋中正，嗯，够。